控场许昕在底，所以换句话说也是樊振东呢今天控制许昕还是控制许昕的政策。发挥正手，敲打，漂亮，好的，漂亮，高调弧圈。那许昕呢？刚才这个高调弧圈，实际上的位置并不是太漂亮。反拉，再来。逆旋转。啊，这样呢，许昕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就以13啊，和他们已经并驾齐驱，漂亮，擦边了，展开。漂亮，漂亮，好的，啊，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，漂亮，好的，漂亮，好的，啊，像这种球啊，就是发的比较短，拧起来了，这球也好，啊，这个球，啊，这许昕在摆短的反牌呢，啊，主要的目的呢就是，啊，可能是让许昕上来啊就碰这个樊振东，主力14或者24，这叫第一主力。漂亮，好的，
三盘第三局摆端，上海队的体育局的领导亲自督战。好的，漂亮，打了，打起来，好的，打起来了，漂亮，短的挑起，漂亮，打起来，收樊振东这个斜线，哇，接发，好的，哎呦，这样樊振东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，连输四分以后，这盘比赛之后呢，下一盘就是，漂亮，快建设体育强区。漂亮，漂亮！这个球打的也是，短的，哦，漂亮！这个球，敲打。反拉，结果许昕侧身反拉球失误了，这样经过了紧张期的争夺之后，最后樊振东是3-2战胜了许昕。